可乐鸡翅是一种以可乐和鸡翅为主料的菜肴，采用烧菜的烹调方法，既保留了鸡翅原有的香味，又增加了可乐的香气，味道鲜美，色泽艳丽，鸡翅嫩滑，甜咸微辣，所以深受大众的喜爱。可乐鸡翅的原料有鸡翅中花椒、大料、干树椒、葱姜蒜。可乐鸡翅的调料有精盐、鸡精、白糖、白胡椒粉、鸡翅粉、料酒、冬菇酱油、可乐。首先我们将鸡翅倒入盆中，加入40至50度的温水，浸泡2至3小时，然后将鸡翅捞出并沥干水分，将鸡翅放在干毛巾上，然后将毛巾卷起，将鸡翅的水分吸干。接下来我们在鸡翅的两侧分别改上一字形花刀，接下来我们开始腌鸡翅，加入精盐半勺、鸡精半勺、胡椒粉半勺，鸡翅粉一勺，料酒一勺，然后搅拌均匀，腌制20至30分钟。锅中放少许油，将鸡翅放入锅中，煎至两面呈金黄色。